本期讲一个无人直播听小说的最新玩法，只需要一部手机，7天输入2236块钱的一个项目。我们是通过传无人的方式，用手机进行无人直播，播放小说去推广我们的星图任务当中的这个 APP 拉新任务。新增一个 APP 啊，新拉新一个 APP 收益10块钱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收益都是受平台保护的，这个大家放心，收益都是在抖音的钱包里自己去提现就可以了。课程包括这个项目介绍、项目的实操、项目的收益啊，都有详细的讲解，一共是3节视频课。我们来看看这收益图，或者项目的实操啊，实操200多兆，讲解的非常清晰。还有这一个项目的介绍有讲解，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直播听小说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